廖先生，真正是失礼呢，让你为着种代志，搁走来哦吼。即摆我是哦，代理校长的职务啦，我嘛准备哦，要召开信评会调查这件代志啦。郑校长啊，啊，即摆廖先生在遮，你唔敢回就失礼，你嘛该讲好清楚，你也为着这个代志负责啦。廖先生，哪有搁见面啊？我确实是应该为着这个引起这么大的纠纷，阁麻烦你走一撮，会向你回一声实的。不过，针对廖蒙之同学指控我对性骚扰，这完全是无影无迹的代志，所以我无多为着我无做过的代志来向你道歉。俗语咧讲啦，得失土地公就饲无鸡。经过这届代志了，我嘛已经了解啊。我明个凊彩就跨境，这学生联合起来的力量，我这只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嘛，算是好好上一课。未来，我嘛用更加谨慎的态度面对所有学生。今嘛就来等待调查的结果。阿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咧讲阮蒙之讲袂差笑？啊！我是好爸想应该去自导自演，母即阵来甲你抹风。无，我无讲白贼话。我的意思是，伫调查结果出来见证，谁拢袂用凊彩甲人定罪。廖先生，我会当体会你这做爸爸的想要保护家己囡仔的心情，也毋过，你嘛袂当因为囡仔单方面的讲法，都认定别人有罪啊。爸，哪会有人摕家己的清白讲白贼话？代志发生了后，学校的同学拢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，嘛会伫咧背后讨论我。我真正感觉我家己足垃圾的，我足假笑的，我足想要消失伫咧这个世界上。这我会使做证。蒙子伫咧学校内底是一朵清纯的小白花，结果煞去予你这个低哥校长辣手摧花，以后是要安怎做人啊？你实在够恶贱的！你欺负阮查某囝一届就煞，今麦阁要欺负第二届？廖先生，请你注意你讲的话，我毋捌欺负过廖蒙之同学。你还敢唔承认？昨我甲另外两个女同学，伫咧校长室外口就听到蒙之话甲大细声。阮闯入的时阵，就看到你甲蒙之伫遐 QQ 聊天，蒙之伊的妞啊，拢叫你掠开啊！那不是阮管理员阻止，蒙子早就叫你侮辱啊！有啦，监视器的画面哦，拢有拍到，把阮调出来做证据啊！我拜托你莫再讲啊！我无想要再想起迄个时阵的状况啊！柯玲姐，柯玲姐，你这校长做甲这笨手这垃圾，你敢知你安心有可能会造成阮查某囝一世人心理阴影，你会毁掉伊的人生呢？你只有禽兽！你凭啥敢做老师啊？品德有问题的人不是我，是你查某囝。你即马讲啥？好歹你甲我讲一遍。我伫咧教育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拢是一个洁身自爱、守本分的人。我绝对敢蒙着我的良心来保证，我从来毋捌做过什么失德还是违法的代志。我绝对对得起这份工作。嘛对起我身躯边对我有其他的人，这个代志你拢会去探听，但都是你的查某囝。自我就任到今嘛，才过无偌久的时间，伊都已经卷入三届学校的纠纷内底啊。敢讲你拢袂怀疑？伊才是迄个做亏心事、带头惹代志的人。啊，无今嘛是安怎啦？别人囡仔死袂了对，你想讲你今嘛甲做这种送阮查某囝，你无代志啊？加害者阁想要追究被害者，恁爸偷死人要看个遮皮皮。原来廖蒙志用暴力对待同学，就是甲你学的。我无欺负同学，你袂当安尼胡编乱讲话。你明明就有使人同学去欺负朱晴天，还差一点仔伫咧游泳池淹死，你阁毋承认？我已经讲过几六遍啊，因只是咧算无说你算过头，你就是存心找我的麻烦。是毋是你做的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爸。
蒙芝在这个学校表现意向拢真好哦。唔信，你替蒙主任，你替我作证，你莫凊彩安搭一个罪名给伊。你着想讲这代志的方向会变哦，无人会信你的话啦。对啦，廖蒙芝哦，在学校意向真乖啦，阁是每一年的模范生呢。若是讲伊会欺负同学哦，我真正无爱信啦。我咧怀疑啦，真正咧抓代志犯事是你的查某孙仔啦。罗连伊谁那里个读这校，我嘛刚刚讲是因为恁的关系进后门里个，所以因即马两个咧有订单，恁为了要保护家己的人，所以就一直讲查某囡点油做记号啦。对啦，一定是安尼啦。自从朱晴天转来伯顿以后，伯顿一直咧出代志，这嘛是怪多好啊。即马代志真明显啦吼，唔哪里啊？连恁查某孙啊，我伫顶面才读袂落。我警告你哦，晴天是无辜的，伊才是上大的受害者。你若是敢夹着伊，我嘛绝对袂结点点的。你糟蹋阮查某囝，搁加红声呢？我台湾是无政府学校。哎，杜月，你是创啥？妈来起甲动手啊！无恁查某人代志啊！哎，阿姐，你好干嘛？你来这里要搞我来哩？对阮太太咧起甲动手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哪来的？你把门放开哦！话好好讲啦，别怕啦。校长，你别怕我爸，我会乖乖听话，你别怕我爸。不用啦，别再怕啦。你看，小校长，你好心性伤，哪会搁敢怕家长？敢讲你真正是流氓校长？已经有监视器画面拍到你的犯行，不是安怎恁就是歹心灵啊？你是安怎入来？是谁让你入来学校的啦？是我，我是代理校长的，我要让什么人入来？敢有需要经过你的同意？而且本来就应该有记者入来还原事实，让因起码就看到到底是什么人有问题啊？安尼敢唔好？较唔免到时阵记者写文章的时阵哦，乱写、笔误。到时阵会损害到伯顿高中。你，卖我翕啊！我叫你卖我翕，听到无啦？卖翕啊！各位，各位记者朋友，即摆大家未调查清楚，我无可能做出任何回答。啊，不过我绝对会配合。东俊，行。啊，你唔真硬声，看到记者闹跑，那表示讲你心虚啊！你若想要去甲翕拍啦，我今日再讲你外口。无啥爽快，我的心头敢那互人拍一个，有一个规日有伫遮，更要无法度喘气。爸，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一直就想要哭的。我是不是破病啊？我这世人是不是欢喜袂起来啊？免惊免惊，爸来保护你吼，爸一定替你讨工资回来，爸。安怎？我这才有厉害吼！哎，你真正是机的呢！一个人写剧本，啊做导演，还佫有做演员，我真正就佩服你。看迄个谢东俊，予咱母甲闺蜜全倒花，安尼就代表讲我计划成功啊吼！什么成功？根本就是大获全胜！谢校长今晚已经就很会跟你作对，我想伊应该早点去考啊。亲爱的谢校长，若是我有啥物所在让你讨厌的，就要请你家己克服哦，因为我是绝对袂改的。安怎？我是不是厉害？有啊。廖蒙芝不是讲我也袂甲伊性骚扰，啊，伊心灵受创就严重诶。我现在伊即摆遮尔欢喜，阁有当笑啊？我不是咧看啥啦？欠怕！你两个钱要怎做？你刚有跳掉啥？啊，跳掉什么？搁安怎？
咱的人证物证拢准备到足齐全的。那谢东军这届稳死，也倒正人少，大家刚来用单拍一只落水鬼，绝对袂有人哦，徛伫一个人格有重大瑕疵迄边。刁蒙子，你真正真厉害呢，我猜要找记者来，即马代志不爱遐尼大，谢校长注定要去行王西祥一撮。而且即马是主任做代理校长，就无人甲叮当来。而且朱晴天的欧巴，即马才开始。廖梦之呢，真正是为着要报复，才做出这件代志。哇，啊，伊的想嘛想过恶毒啊吧？伊安尼做，就有可能害我阿爸以后拢无法度继续做老师安尼。唔，那是安尼尔。我烦恼这只是伊的头一步，因为伊的目标是你。哇！伊之前几礼拜找你麻烦，拢有校长当你头前，所以透过用这招，甲校长赶互走，安尼伊才会当专心对付你。我知影伊最近一直找我麻烦，啊，不过想无呢，我甲伊无冤无仇，是安怎伊一直要针对我？所以我拄才想讲哦，问你伫个意外现场，敢会发生啥物啊？因为真有可能廖孟之怀疑你看到还是听到什么关键的证据，所以才特别针对你啊。啊，不过我都真正无看到嘛，无听到什么奇怪的代志啊。嘛，真有可能是你看到，你毋知影尔。怀疑啦，看拄只廖孟之的态度，咱会当确定两件代志。第一，校长是人玩偶的；第二，廖孟之跟许世伟。绝对跟正恩的意外有关系。那呢，你要安怎做？廖孟之跟许世伟绝对无可能讲老实话。那呢，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关系人，黄小曼。黄小曼？那呢，我嘛来倒三工。这个代志跟你无关系啦，你无需要牵连进来。嘿，那会跟我无关系？我阿爸是因为我才予人陷害呢。若是廖孟之真正是歹人，我绝对要踢破伊的假面，替我阿爸讨公道。你莫叮当哦！我想做麦当工。你莫假装讲你真正是我阿姐嘞，替我麦当就麦当。唔是啦，你的肩膀有几只糖啦、啊？哦，你假装讲安尼，我就会吓惊着。无聊。心麻烦，你伫甲我看要做啥？我咋做？我哪有甲你看？而且是像顶个讲无出人保护，结果煞互一只虫惊到叽叽叫。迄无共款，都伊无共款啊！迄是因为我对虫过敏。哎呦，为着调查的代志哦，算我一分，你莫想要搞一脚踏开哦。